洗完了吗？我问你点事儿啊，在阳台等你。什么事那么急啊？哎，刚才没偷看吧？ 坤叔，你问他做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就是随便问问。真的没什么？当然是真的了，那你以为会有什么？你该不会是要在我爸面前出头，就找他麻烦吧？怎么可能啊！我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你知不知道大坤哥在云港的产业啊？ 你跟坤叔都替我爸做事，你还问我？你应该比我清楚吧？我平时都是打打下手，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事情。那行吧，谢谢你啊。哎，等等，我现在虽然不知道，但只要我想，我就能知道。啊？不过。 这一切啊，可是免费的。你呀，太老实了嘛！我先走了。<笑>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